在是过好年的活动，因为龙年快到了，那今年我们妈妈新这边呢，有很多的历史古迹，还有非常丰富的那个文化背景。那还有就是火山还是后山，有山有海，你去那个，你去那个喜欢的山吗？就是像那个夏威夷一样，就是在现在的我们的南部的冬天也不会太冷。所以我们就是很多北部的人都到南部来，那也许都会到妈妈新来，因为我们非常独特的这个地理环境。那我们妈妈新商圈目前呢有150家的这个会员店家，那大部分呢我们分了两个部分哦，一部分就是年轻的这个创业的这个族群，那另外一个部分呢就是我们的老店，像在我的右手边就是我们老店的代表是雅安蛋糕，在我的左手边呢是年轻创业的代表是红茶地主。那欢迎大家就是到妈妈新我们的店家呢，有各形形色色的一些小吃，包括我们的在天空的庙口也有很多的特色小吃，那还有一些异国风情，因为早期呢我们妈妈新这边叫做一个站，就是他们镇甚至是时代的一个那包括这个高雄港，有很多的那个国外的游轮会停靠，那有很多的外国人会到我们的港口，然后呢，这里会有一些异国的一个美食，所以我们目前有很多的特殊的那个店家是属于异国风情的，好，那我们还是非常的欢迎你去逛那个港口。那我们所有的店家呢，都有很多，那你到妈妈新，我们。这个店家呢都是有人看的，好，那大家都很团结，那我们主要的目的也是希望呢就是妈妈新可以在振兴，然后呢可以在恢复到就是一个繁华的一个好景点，好，那就是希望大家可以有更多的